哥哥，到那边去好吗？给他们吃点黄皮吧。有味觉了，有的，跳水，玩的好刺激，跟。大猴子来很多条了，他被打了，他被挤死了。猴子来了，我有点吓他。嗯，被猪吓。没有。我有。没有。你给他干嘛？这他追过来了，我怕。他这边猴都是直接伸。老弟。怎么抓的？可以。干嘛的？啊，可以。你讲咩？跟住接你咪。啊。连长。没有。